有这样一群富二代，他们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一岁，他们就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群人都出生在当时最富有、最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从毕业到牺牲却不到半年。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沈光耀出门名门望族，身为家中独子，从小被寄予厚望。可是这位公子哥放弃了富裕的生活，留下一封家书，投笔从戎。母亲看到信，第一时间赶往学校，试图阻止儿子参军。你都未谂到后面那条路点啊。 你就连命都冇啦。 虽然母亲极力反对，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参军。在学校，他就像一块海绵，不停汲取着知识。因为沈光耀明白，时间不等人，只有尽快掌握各项知识，拿到毕业证，才能投入到战场上挽救自己的国家。和他们一起训练的还有外国学员。外国人吃不惯包子，这些食物只能等放坏了丢掉。沈光耀看到这一幕，拼命往怀里塞着包子。一旁的外国人忍不住嘲笑他，可他没有理会旁人异样的目光，默默转身离开。每天执行完巡逻任务，他总是绕远路独自返航。而他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只是为了给。 给饱受饥荒之苦的孩子空投食物，教官为此特意提醒他。 教官说的话，他何尝不明白？可是他参军的初衷就是希望能保护受苦的同胞。教官被他的真诚打动，最终默许了他的行为。很快，他们顺利从学校毕业，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可是他们面对的敌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拥有更加先进精良的装备。他们势单力薄，伤亡惨重。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英勇牺牲，沈光耀的飞机也受损严重。滴滴滴的警报器响起，油箱被击中，油量见底。如果选择迫降或者跳伞， 还会有一线生机，可是那也代表着他们的任务失败。想到牺牲的战友们，他松开了飞机拉升杆，从两千米高空加速俯冲。对不起，在一片硝烟中，他与日军巡洋舰同归于尽。沈光耀的母亲日日盼望，等到的却是儿子牺牲的消息。看着儿子的遗物，他泣不成声。不是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而是整个国家危亡。 所以我们都要去当兵了。他明白这就是沈家的家训：三代武将，满门忠烈。而当年沈光耀救助孩子们的善举，却无意间拯救了一位未来新中国的核物理学家。故事也随之来到了二十年后，一场误会让女孩变成众人口中的荡妇。原来谣言真的可以杀人！不要脸、哎！他是一个婊子，还勾引别人男人。 女孩被当众羞辱，医院里的同事都议论纷纷。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女孩自然不会承认，她选择绝食击鼓鸣冤以示清白。可是围观的人们并不会在意事情的真相，他们在意的只是又有热闹可以看了，甚至还有正义之士站出来。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如果没做错，人家老婆又怎么会找上门？不管最后是否沉冤的雪，难听的罪名都会坐实。而这一切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王敏佳和陈鹏还有李想三个人是中学同学，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身世相仿。 因为都是孤儿的缘故，班主任徐老师对他们一直非常照顾。这天，三个人约好一起去看望恩师。可是还没到徐老师家，就听见一阵打骂声传来。原来是师母又在追着徐老师打。看着和蔼可亲的老师被这个泼妇欺负，王敏佳和李想都很是气愤，想为老师打抱不平。可是陈鹏告诉他们，师母之所以这样也是有原因的。徐老师当年读大学的钱是师母辛辛苦苦打三份工赚来的。当年徐老师承诺，只要供他读完大学，他就会和师母结婚。可是没想到大学读完了，徐老师。 却想悔婚，还是师母以死相逼，两个人才结了婚。可王敏佳固执地认为，婚姻的失败并不是师母欺负徐老师的借口。他和理想一拍即合，决定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女人。就这样，一封由理想起草、内容王敏佳亲自书写的举报信诞生。因为是匿名举报，他们担心被人认出自己，于是理想拿来同事们的记录本，临摹出几十种字迹，拼凑出这封信，把它寄到了师母的单位。没想到的是，师母通过标点符号的习惯，从厚厚的作业本中比对出了结果，找到了举报信的幕后凶手。看着年轻。 无知的女孩，嫉妒和愤怒涌上心头，她要彻底毁掉这个女孩。于是，当着众人的面，污蔑王敏佳勾引自己的丈夫。 还拿出了这封举报信做证据，可是信上的笔记有十几种，一看就不是一个人写的。院长逼问王敏佳，究竟还有谁参与了这件事？李想下意识的往后躲了一下。王敏佳懂了，他告诉院长，只有自己一个人，是他偷了同事的记录本，模仿自己。有同事趁机反映，说医院里经常丢东西，大家认定他是个惯偷，说不定还是间谍，想窃取医院机密。就这样，谣言越来越离谱。可是这场谣言的始作俑者，却仿佛销声匿迹，只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女孩被活活打死。 师母原本只想教训一下这个学生，才信口雌黄说她勾引自己丈夫，却没想到事情没法收场，最终闹出人命。她失魂落魄地走回家中，看见丈夫迎面过来，男人却什么话都没说，冷漠地侧身离开。女人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冷暴力，径直跳入井中。丈夫这才反应过来，冲上前一遍遍喊着妻子的名字，可为时已晚，因为这件事，王敏佳死了，师母也死了。可是他俩究竟有什么错呢？一切的起因都是面前这个看似老实无辜的男人，徐老师在街坊邻居还有学生眼里是个文质彬彬。 和蔼可亲的人，外人眼里的好男人，但是私底下却对妻子失航长达二十年的冷暴力，不仅拒绝和妻子同房，就连吃饭也要分桌。凡是妻子碰过的东西，宁愿丢掉浪费也不要。这种无形的折磨让妻子愈发敏感脆弱。于是，在看到那封举报信后，彻底崩溃。他的付出没人理解，都认为他是坏人，是个泼妇，无理取闹，甚至还写信给他单位，害得他工作都差点没了。他不舍得伤害心爱的男人，就把怒火发泄在写信的女孩身上。他大闹女孩的单位，污蔑她勾引自己丈夫。 他要让女孩也体会一下被所有人误会的感觉，可是没想到事情最终发展到不受控制。等到陈鹏赶到时，心爱的女孩已经没了气息。大雨中，他准备埋葬王敏佳，却看见女孩竟然奇迹般苏醒。死过一次的王敏佳决定离开这个地方。陈鹏带她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她是个孤儿，小时候差点饿死。 村里的小孩全靠一位好心的空军飞行员每天给他们空投食物才活了下来，而那个人就是故事一开始的沈光耀，他的善举救了整个村子。陈鹏也靠自己的努力考上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王敏家被安顿在了村子里，这里再没有人认识他。 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尽管很是不舍，但陈鹏的研究正是紧要关头，因为保密，他无法告诉王敏佳归期，敏佳就日日守在家里等待着他。而另一边的陈鹏正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参与实验。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陈鹏终于坐上回家的火车。因为核辐射，他看起来十分苍老，头发也大把大把脱落。可是看着孩子们能够在和平年代茁壮成长，他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多年的思念涌上心头，他满怀期待，终于能再见到爱人。而另一边的王敏佳也仿佛。 有着某种感应，提着水壶独自走在长长的铁轨上，直觉告诉他，只要一直走下去，就能见到陈鹏。无论前路是否坎坷，无论两人跨越了多久时光，他们都选择坚定地奔向彼此，无问西东。